今天是2015年12月31日，澳大利亚悉尼将在今晚上演精彩的烟花表演。悉尼的跨年庆典一直以来凭借其盛大的规模和民众参与度享誉全球，那这一盛事在今年呢也吸引了100多万名民众和游客来到悉尼港口观看跨年烟花。很多市民啊，为了有一个理想的观看点，一大早便来到了港口排队。当晚璀璨的烟花绽放在悉尼海港大桥上空，将夜幕渲染成姹紫嫣红的不夜天。50艘精美闪亮的花灯游船浩浩荡荡地驶过海港，共约11000枚圆形花弹和25000枚柱形花弹，呈现出约10万种烟火特效造型。海港大桥喷射出绚烂烟火，如彩虹瀑布般一泻桥身，火树银花穿梭在海面与夜幕之间，将整个海港装点成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。And I thought the fireworks were 10 out of 10 this year. I loved them. Yeah, they were great. And I had a really great 2015, so I'm wishing for more love and more adventures in 2016. Happy New Year! 新年快乐！人民网悉尼报道。